要 FMVP 只是小菜，史诗皮肤四选一，五周年限定返场投票别忘了。近日官方已经正式宣布了药的新皮肤，也就是云鹰飞将，这款皮肤是属于药的一款 FMVP 皮肤，也是大家等到大半年时间的皮肤了，一直到现在才终于有了上线的消息，并且这款皮肤的特效可以说是超级炫酷的，这几款皮肤可以说都是超值的存在，尤其是白龙吟和曙光守护者，可以说是在所有皮肤中手感最好的存在了。鲁班的电玩小子还是价格最贵的史诗级别的皮肤，而蔡文姬的舞动绿荫特效也是非常的清新，十分的适合夏天，运气好的小伙伴还是不要错过这次的活动，马上就要到五周年的纪念日了，在每周年的时候，天美都是会发起一次限定返场的投票活动，票数最高的两款皮肤是可以获得返场机会的，而今年机会最大的就是庄周的云端筑梦师了，还有阿离的蜜橘之下，这两款皮肤都是大家十分期待的，到时候投票返场不要忘了，你们更加期待哪款皮肤的上线呢？